们是好闺蜜吗？啊，难怪穿的衣服都很相近哦，是一模一样。知道挑战规则吧？知道。三十分钟啊，盘子里面的东西都要吃完，吃不完就有两个美女帮我结完了。吃完，我650就没了。我平时跟你买的还要多了。你们是哪里人？云南人。云南啊？嗯。哦，云南不能吃辣的是吧？云南很能吃辣哦。那就这一点辣椒，你说是很能吃辣？我是合吃的，可以的。那就可以了，开始了啊！开始，这是我们广西合池代表队，这个是云南代表队，广西 PK 云南。你们谁先吃完，我多加一箱给你们。好，那我先去把它吃完。我觉得广西人比较厉害吧。我天天吃螺蛳粉，那应该是广西人真的。嗯，哎，没看时间，47分哈，47分。嗯，跟网上买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你跟网上买的袋装跟你这一碗一模一样。对啊。加油！怎么就不行了吗？行的。看来还是广西人比较厉害哦，经常吃螺蛳粉。是呀，还经常吃那加胖的螺蛳粉。试过了才过来挑战的。云南的美女是吃不习惯这个螺蛳粉吗？吃着习惯的。我看你吃的有点难受。没有，我发时间来不及，然后我吃东西平时吃的很慢。小宝贝，你不用先吃花生，你慢慢吃。你们是约好一起来挑战的吗？对。哇，美女的大片腐竹都已经吃完了，看完了。你觉得腐竹味道怎么样？好磕。可能有点难，一直在吃这个配菜，没吃粉。真的，给你们个小建议，挑战的小技巧，先把容易的吃掉啊。这个汤是最容易的，先喝汤。对，汤哥说的对。花生最容易，但是它有点多。你花生还是要嚼的呀，对吧？喝汤不用嚼。不是花生好吃。现在才过去5分钟，一般有实力吃完的都是10到15分钟之间，剩下的10分钟是聊天时间。你们是在柳州工作吗？不是，特地来柳州玩，顺便来挑战一下胖哥的那个螺蛳粉。加油，可以的啊！是不是看视频看多了，都觉得挑战容易？嗯，每天晚上都看，看别人吃的那么快。看视频看螺蛳粉只看胖子的吗？其实柳州有很多家螺蛳粉呢，别的也看过，还是选胖哥家。选他家的三个理由是什么？首先胖哥长得帅，有魅力，这点我承认。大家都懂，不用讲出来了。所以相信他的粉也和他一样那么好吃。其次呢？秀色可餐是吧？嗯，对。其实是因为你买过袋装是吗？啊，我买过袋装。没来之前就天天念叨，天天念叨，我都耳朵都起茧了。这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动力来啊，来柳州啊，柳州也不近啊。是为胖哥来的。不会吧？人家都说看视频说看胖子好凶啊。刚才真的凶了一下，我看到了。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我不会。有其他人在，有你们在，我就对我很直接，真的，我有什么说什么的。你们刚才有被吓到吗？没有。这样都吓不到啊？迷到了，不是被吓迷了，迷住了。气场太强了。多吃螺蛳粉，吃到胖哥都很身材。我怀疑你们完全就是冲着胖子这个人来的。先种胖子，再种咱的螺蛳粉。你们说经常看挑战的是吧？嗯。给你们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挑战者？那个有一个老师的那个。哦，北京的老师是吗？云南的美女可能吃不习惯我们这柳州螺蛳粉吧。不是吃不习惯，是太多了。你来之前没有想过那么多吗？比我想象中多好多。那你看视频多不多？不多。看的视频好像不多。3口5口就吃完了是吧？3两，我以为是那种3两。我是3碗1两。3碗1两不就是3两吗？不，我们那起码有6两。6两。对呀，我们那边3两一点点。哇，
起码要吃一个小时吧。美女好夸张啊！我跟你讲，不用吃一个小时。不是，那我要不要宣布你投降了？现在11点，今晚仅3个小时就得了。可以不成功，但是不能不参与。嗯，主要是能跟你一起出镜。如果你真的吃不下，你就不要吃了，好不好？我看2020中国十大小吃最出名的有柳州出圈了。柳州一直都有啊，而且很多人说2023一定要来吃一碗柳州螺蛳粉，有那么出名？对。那如果过年了，能不能来挑战？可以啊。过年你们家也开摊啊？开的，大年三十不开，这个等一下会跟大家讲。好多人说，如果过年放假了，想来挑战一下你们家螺蛳粉。是可以的吧？可以，这一位云南代表团的是肯定失败了，这不用讲的。反正都失败了，我就慢慢吃。哎，快点要完了，好要完了，等下我分你们一人一箱，你们不用吃一起了，慢慢吃。领奖的时候我要出镜。好，都可以。所以这个挑战你觉得有没有难度？嗯，有难度是超级有难度。如果你会奉劝将准备要来挑战的人吗？味道是很好，但是像我一样嚼不碎、咽不下去的，就不要来。呱呱已经准备吃完了。加油，呱呱！好，马上。我俩的垃圾在我们回酒店了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。美女还要吃啊？好了，最后一口了。可以的，美女，呱呱啊，呱呱美女挑战成功了。你现在可以选择帮她吃。帮不了的，吃不进去了。吃不进去了。已经到极限了是吧？极限了。我感觉这个美女还没有吃饱。我们宣布成功就可以了，快点，去那边领奖。但是你算失败了哦。嗯。然后要去结满了吗？恭喜这呱呱美女挑战3两成功啊！再我说，谢谢胖哥。来吧，这个小宝贝。来吧，一人一箱。别人的小宝贝带你去结满。大家的小宝贝。来，一人一箱。